我觉得他实力本来就非常强，所以进决赛非常正常。他出现我也没有感到很意外。当然是非常开心，毕竟这是现在全台规模最大的职业赛，能够闯入决赛，当然我是相当兴奋。名人赛是台湾奖金最高的比赛，而且我觉得名人这个头衔听起来就特别的帅。我觉得他的风格就是下棋非常的快速，那优势就是会让对手压力感到很大。是他的战斗风格比较强烈，然后布局阶段的研究非常的多变。信心的话肯定有信心，那目标当然就是冠军。比数的话猜可能应该不会下到决胜局，4-2吧。这棋盘棋当然还是先对自己有信心啊，因为毕竟现在一盘棋都还没下。既然都要预测，那就来个精彩吧，4-3，不管哪一边。